妈呢，代代拢总来个出着好囝儿啦吼。我会记你较早，哎，阮伫咧做歌手的时阵吼，哎，咱的属于拢会要求讲爱唱老歌，哎，拢会要求讲哎，就是唱老歌，唱较老的歌。啊，但今仔无同款啦哦，今仔就是要穿插一下。对啊，老歌嘛是安排，啊，新歌吼比较流行的歌曲，哎，嘛是爱安排一下吼，因为老讲咱有长辈，咱的时代，吼嘛，佫有真侪咱的年轻朋友，哎，直接来甲咱做欣赏安尼啦吼，所以尽量安排一寡吼比较多元化的歌曲，像咱头家娘讲的迄种巴拉歌吼。哎、欸，迄都卖写啊嘞，迄都卖唱啊嘞，就唱一挂较无同款的歌，互咱的好朋友来给咱做欣赏安尼啦吼。啊，因为刚刚讲听好歌是一种享受，啊、所以看咱一样，跟咱的娱乐节目吼，哎、欸，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享受安尼啦吼。欣赏咱水姑娘美丽歌声，啊，等下再看一下咱欧娜多珠的推介啦吼。啊嘛，希望讲一样跟咱的个声音是传播，所以安排一连串非常精彩的娱乐节目，会当陪伴咱所有坐坐咱的好朋友度过一个非常轻松愉快咱的晚间时刻哦吼。来，谢谢。啊，即马拄只咱奶奶有甲咱好朋友请安问好啊啦吼，好，继续过来安排。安排淡薄啊。来淡薄啊，一点点啊哦。热情的掌声鼓励，祝福大家能够万事皆如意。谢谢我们的水嫂，谢谢。喂，水嫂，你也在听我不？哎，然后。